搜一下。你剪了一斧子，我这扯不回啊。你看这手从那边伸进去，你就捅几下。Very strong。没关系。OK。我以前傻，我们两个弄掉了一个客户，那时候我也是傻吧，就是。吹下气吧。哎，这个还是比较厚的。OK。可以了，整个人压在上面了，是吧？你看我脚的，你看看我的脚凌空了。OK， 好巧。